我哋認為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呢，就即係好唔稱職嘅啦，講過好多次。咁多錢養你呢棚人，而家坐喺度幾多錢？你加埋一個月，你哋自己數下啦，好嘛？你啊400幾萬一年咧，應該嚇，羅志剛都即係D8㗎啦，譚志源啊20幾皮一個月咧，仲有個副秘書長啦。喂，你呢個局做咗啲咩出嚟咧？過去一年政制又唔關你事，中央話事。 咁你咪做啲paperwork嘅啫嘛，啱唔啱啊？基本上係技術官僚，問咩擇局啫？嗱，我問你嗰條問題咧就好似好白痴，其實有時都要鬥白痴先等到啲白痴答到問題。嗱，我又唔想鬧人，上邊咁多學生喺度，議員答案編號係幾多啊？你同埋上邊咁多學生喺度係嘛？嗰個編號咧就係1193啊，答覆編號係 CMAB095，小弟就新丁第一次開呢啲咁嘅財委會關於財政預算案喺度審啲開支，即係我覺得就好無聊嘅。不過見到你老人家，我即刻又即係有啲興趣行翻入嚟，係嘛？講兩句係嘛？問題我問咗啦，我問咗20幾條啫，總數都係唔好一機咁犀利，150幾條 Q 王，你有本事咧 Q 佢哋啊 Q 王啱唔啱啊？我問嗰條問題好白痴嘅啫，我話2009年2月23日。 我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到訪西貢區，做咗4件事。第一係探訪一間中學，了解佢推行國情同埋公民教育嘅情況。第二咧就探訪一個亞裔。我哋唔係095，你係邊條啊？你講講瑞最右手邊頂。哦，後邊睇錯隔離。095幾啊？094。好啊，好啊。你講啊，請講啊。兩頁。重新再嚟。 系咪主席重新再嚟啊？你中言已經5分鐘，你就要停口啦。唔係，而家開始計5分鐘咩？冇得傾啊！你講啊。OK， 探訪西貢區嗱，鄉事委員會下一個綜合青年服青少年服務中心，同西貢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兩人查罪，你好得閒咩？而家你啊，你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你好得閒咩？係嘛？國民教育關你咩事啊？ 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嘅事係嘛？你話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張建忠冇嘢做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你睇佢一日嘅行程，你就知道啦，幾大鑊呢度有冇嘢做嘅，成日揾啲嘢嚟做嘅。跟住隔離有個羅志剛啊 D8，常任秘書長譚志源，而家仲夠膽死要預留250萬請政治助理，仲使咩政治助理啊？你嗰個部門，你又講啱唔啱啊？你試下，不過我哋冇權。 我哋又過唔到嘅，保皇黨咁多財政預算啦，實哥，我哋3個頭反對票都冇用，不過都要唱衰你，尤其是有啲中學生喺上面，大家爭兩眼睛望呢條友，下面呢班人加埋支，我哋幾多錢？一個月人工係嘛？加埋幾多錢啊？而家加加加條數好易加嘅啫嘛，呢個30幾40，嗰個18，係嘛？嗰個20幾，嗰個又10幾，你同我加幾多錢？一個月去台灣搞港台，喂交流，喂而家兩岸交流，你知唔知用幾多錢啊？阿哥？ 你知唔知啊？你唔知你翻去問阿爺啦。兩岸關係發展到今日，你知唔知交流用幾多錢啊？你老人家話本嚟250萬，舊年笑死人，08至09年留250萬嚟處理兩岸關係。阿譚耀宗啊，真係問得好，係嘛？250萬，你當人哋咩啊？食餐飯都唔知啦。你個局交通費啊，籌助費，你班人搭飛機都唔知呢個價錢啦。250萬咧，侮辱中華民國。 侮辱台灣人民，我話俾你聽，我一定話俾啲台灣人民聽，我哋4月9號帶個團青年團去訪問台灣，我一定同你講，我哋香港個政制內地事務局局長專侮辱台灣人嘅，就係你林翠麟。而家話加到400萬啦，多少少啦，係嘛？250萬你哋話少啊嘛？今年財政預算加多5皮，或者係無恥到極。而家咧冤枉甘心善財難捨。 叫你俾啲錢窮人，你個政府又唔肯，搞到我哋要掃牆，然後俾千夫所指。但我哋不怕孤立，財可獨立。你民主黨敵我當你臭四，我話俾你聽，啱唔啱先？更何況你啊，係嘛？臭四唔係粗口嚟㗎，林大輝，你翻去查字典啦，啱唔啱啊？喂，好簡單，400萬，你咪俾人笑咧。兩個問題啊，阿主席，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你好得閒啊？即係西貢嗰日做嗰4件事。 系嘛？仲有，点解400萬咁少啊？局长，10秒，10秒嘅咩？佢可以答多啲嘅。主席，黃毓民议员咧，完全误解晒我哋嘅工作同埋政策。首先咧，我哋作为主要官员咧，去18个区嗰度访问咧，呢个系我哋工作职责之内。
我哋去到每個區咧，除咗係處理我哋職責之內嘅事宜咧，我亦都要講聽民意。就依四個嘅活動咧，首先咧，我係除咗見呢個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咧，亦都見咗十多位其他嘅議員嘅，係聽聽佢哋關於政制同埋其他方面嘅意見。第二咧，這個國民教育同埋基本法嘅推廣咧係有關係。當天我亦都同聽過呢啲學生同埋先生關於推廣基本法工作佢哋所做過嘅事宜。第三咧係呢個青年中心裏面咧，聽聽呢啲由內地嚟嘅青年咧佢哋喺香港同埋喺內地發展，佢哋有咩抱負，有咩期望？呢個係職責所在，都係應當去聽嘅。所以各方面嘅工作咧，主席係完全同我關心同埋當做嘅工作係有關係。第二方面咧，就係呢一個台灣方面咧，其實我哋港台關係咧，由我哋嘅局咧係開拓咗一個新嘅局面。我哋策動咗喺香港派駐去台北咧，係設立呢一個經貿方面呢個貿易發展局嘅代表辦事處。我哋今年開始咧，係同台中市咧係率先嚟到去舉辦呢個城市交流嘅論壇咧。我哋大家探討兩個城市共同關心嘅議題，建立呢、自己帶個團去諮詢啊！我都促進港台關係自己做嘅私人入面咧。我話俾你聽，我哋都做得好過你啊！嗱，黃議員，嗱，我希望所有議員大家一就尊重翻，其實話五分鐘。這個時間我們這一部分呢，那他回應的沒辦法了，做這樣我免得學生誤會，為什麼我們會請白痴做局長的嘛，你明白嗎？三十多萬了，我告訴大家，我們已經超過了十幾分鐘，如果官你們講完是要給我們時間官員答的，兩位司長都是這樣跟我們講的，所以我就俾佢答，就唔好大家喺度咁樣做法。你哋中意你哋咪去第日去提出修訂咯，減曬佢啲位都得噶。你有人支持你咪可以做咯，就唔需要喺呢一段時間。呢段時間就你提出你嘅問題，關於個預算案，你都官員答。如果係繼續係咁樣咧，就唔可以主持噶。唔係唔可以主持，我可以主持，我可以話請你哋唔好喺度去騷亂啊！林卓良議員，唔係林卓。多謝主席啊！俾多個身份我，快啲答翻佢啦，同章。阿局長，快答啊！即係我哋呢個，等你笑完先，開心完先啦，好嘛，主席？這個城市交流嘅論壇咧，我哋係即係大家共同探討咧，共同關心嘅事宜。在實務的層面有這個溝通呢，我就可以建立這個領導層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互動。而我們是去年我們第一次有一個小的預算，今年呢我們已經是增加多了一倍多，往後呢如果工作是開展得好呢，我們一定會撥備更多的資源。林大輝議員，最後一個問題了，五分鐘內完結，麻煩多謝主席，沒叫錯我名字局長。我差啲叫你做局長啊！局長。